去哪儿？去哪儿啊，梅梅？啊，先生。我哋尋龍記喎，而家聽講呢條村有兩條龍，一條龍身就藏咗呢條村嘅某個地方。我哋去尋龍，我覺得好好玩啊！我哋而家去尋龍。果然是很好客的那些人，影完相仲會對著我笑，完全沒有抗拒，非常好非常好。我們要尋龍，但是條龍不知道在哪裡。好，谢谢。可以吗？可以吗？好卖。你全部都这个颜色，看看叔叔，看叔叔。行，好，谢谢啊。有泡椒的地方就是要去影相的地方。第二個地方嚟嘅，專登嚟睇冇火龍。聽講係係咪有條龍藏咗邊度啊？知唔知啊？嚇？係咪有條龍知喺邊邊個邊屋？知道，啱啱嗰度來啊！大馬路嗰度啊！大馬路啊！大馬路一問就知道啦。係咩？係。仲喺度係嘛？係。喺度，萬一先知道有識嘅。哦，有冇人喺嗰度啊？有好多人，好多人。咦，可以睇下咁樣。可以影相嘅。係咩？好多人影啊！哇，我中意呢度啲人，係啊，我就話呢度啲人咧好友善咯，影相又。喺度嘛，嗯。又俾我哋影又嚇。喺度。啊！屌，耶！好，我哋尋龍。好。擺房啊！好，唔該曬。啊，點解周圍都咁多整牙嘅咧？嚇，係咪即係我好中意去啲地方咧，發掘啲唔同嘅嘢。我頭先行一條小路咧。已經有四間啲係整牙嘅，但係只係得一張凳嘅啫。頭先我哋上咗去觀察呢個冇火龍場地啦，咁啊聽到啲居民話下面有條沉龍，有條龍匿喺一個池塘裏面，咁我哋當然係唔好損失呢個機會去沉龍啦。但喺沉龍嘅過程裏面咧，原來我哋經過一個咧呢個市裏面一個小街市。咁我就發覺有好多好有趣嘅物，即係事物啊、人物啊，可以影低嘅。即係正如 Alex Webb 講咧，即係點樣去尋求一個
攝影嘅題材或者攝影嘅場景咧，其實係好靠你自己有陣街味喺度嘅，即係話你可能我頭先見到啊牙醫啦，譬如我行過好多有牌嘅牙醫，點會喺呢個好細嘅村鎮裏面有四間啦？咁我覺得好有趣，即係可以探討嘅。又或者頭先我行過一個即係雞檔啦，咁啱見到個阿姨咧喺度劏雞。咁我諗即係劏雞都唔係話喺大城市成日見到，咁呢啲就即係對我嚟講就好有吸引力嘅。即係我諗可以影低作為一個素材，或者即係會唔會發表，我都唔敢講。但係話其實如果當我自己一個影相嘅項目嚟講咧，我可以當話啊，我嚟到呢、這個封信，我見到啲乜嘢，我影低佢，可以做一個相集嘅 collection 係去發表嘅，除咗影火龍之外。咁我哋就而家就會向呢個方向咧，就去繼續揾我哋條路。好，我哋去。啊，我哋嚟到呢個城裏邊嘅一個祠堂，其實就好。理性地諗咧，其實條龍咧就藏咗呢度嘅，但原來咧係食白果，即係見到一個乒乓波台。我哋咧要再去搜索，用福爾摩斯嘅頭腦再搜索條龍喺邊度，要聞下陣味。我成日覺得咧，有炮仗嘅地方咧係一定有嘢發生嘅，所以咧我長就隨著呢個聲音咧再去揾條龍。Let's go。我同你行一陣哦。嗱，問下人口在路邊，即刻問到條龍喺邊啦，唔使用福爾摩斯頭腦，只係用。平常人的頭腦問一下，一大班人去揾龍啊嗱，尋龍完就一齊去。阿日叔，老龍啊，今晚係嘛？條龍係咪喺上面啊？哦，好好好。哦，好好好。好。會唔會喺裏邊咧？你估？入去睇下咯。真香㗎！我中意食。唔似喎，條龍喺邊啊，小朋友？阿媽。龍。龍啊！啊，在哪邊？啊！晚上要去看的呀。現在在哪兒？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哦，不知道在哪邊？晚上就去。那个龙仙洞看在下边啊，现在在哪儿？不知道。哦，不知道哦。我问那个人，以前在那里做那个老人，那个老人问那个老人。哦。以前在那里做，现在没有做。哦，没有做。明年来这边，明年有。哦，明年有。现在没有。哦，现在在哪里啊？在下面老街那边乡西那里，凤书楼。谢谢啊，好好好，明天再回来。好好好，谢谢。真系大件事啊！头先走失路，又食白果，就谂住咧呢度咧都似啦阳光村。咁啊咁啱问到嗰边屋里边有阿叔咧，原来佢系整龙。佢话你太迟啦，下年再嚟啦。原来咧整龙嘅地方咧，今年就唔喺呢度。佢就话咧，再去出边榕树头嗰边，就可能见到今年条龙。咁我哋唯有再走一趟啦，我哋都花成個鐘頭都揾，仲未揾到條龍啊，我有少擔心。好，再去。有個龍頭喺裏邊，但係閂咗門，唔知點入去。哇！經我哋明查暗訪啊，終於嚟到呢條村咧，揾到個龍嘅藏身之所。就係喺呢個祠堂嘅後面。咁頭先因為我哋咧就同呢個當地嘅人員咧溝通咗，我哋咧就有可能咧
就隨住工作人員咧，係跟住條龍出，一路行上去冇火龍嘅地方。咁希望一陣食完飯之後咧，我哋再同佢溝通一下咧，就可以帶大家第一身睇條龍點樣由呢個祠堂走去冇火龍上邊嘅沙地上邊。好，我哋繼續去等條龍出嚟。大哥，真真年轻啦！你点就可以激动啦？真年轻，做嘢啦！不要做嘢，不要做嘢啊！你来吧，哇！啱啱食咗一個呢度出名嘅伊麵啊，加個牛肉底，非常正啊！咁我哋咧頭先都講噶啦，就入咗呢個祠堂咧，就而家見到呢個龍嘅藏身之地。咁咧，你見到個龍頭喺嗰度啦，一間就會呢個龍，即係呢條村就會出其中一條龍。咁個龍頭我估由地下計，咁保守估計都有12尺、13尺高。咁咧就個即係龍身咧就插滿曬穿雲箭啦，即係我喺大坑影過咧都唔係咁啊！我估一間如果點曬穿雲箭，招咧都幾震撼嘅。咁我哋咧就而家就等緊，即係呢啲工作人員咧，可能大概6點鐘就出龍。我哋咧就會同啲工作人員再傾一次咧，我哋會隨團跟住工作人員咧就會影相。哇！我都有少少興奮啊！而家好，我哋再入去睇一睇。好熱鬧今日啊！係好熱鬧。平時聽講話咧有10幾條龍，點解今年得2條龍嘅？係兩條。今年6、7條都有啊！6、7條啊！每年至少都有5、6條。哇，5、6條啊！咁你條村冇巴閉咯？今年？冇啊！明年呢條村係呢個大圍村同一個祖公噶。哦，同一個祖公噶。呢度係20幾代噶啦。哦，20幾代，即係廿。就各個門頭，1、2年就呢家，唔係就嗰家，全部係兄弟嚟噶。哦，咁都威啦，即係。都係同一個公仔噶。哦，咁第二條龍喺邊度啊？第二條龍啊，就係對面。哦，對面。祠堂系我哋呢个祠堂系阿爷嚟噶。哦，同阿爷。哦，几条龙几时出啊？8點鐘，7點鐘就开始。7點鐘上嚟。出上去。上开始上去。7點鐘咧，我哋就出嚟嗰啲龙攞出嚟住，然后就练龙啦。我练埋一齐。哦，跟住就慢慢行上，就8點就开始点啦。哦，8點半。哦，两条龙预计要玩几耐啊？可以冇几耐？幾快？收翻個煙咪就個煙卡就消曬啦，100幾十萬咯！哇，100幾十萬啊！唔緊要，你一睇你條村啲人揾到錢，都係村大家煙噶。哦，大家一睇知你哋富庶啦，條村。大家高興。唉，高興高興高興！終於嚟到冇火龍嘅現場啦！過往幾年咧，我做資料搜集咧，應該呢個廣場咧就佈滿曬人嘅。但係今年咧，唔知係咪因為過往幾年太多人啊，人多啊，咁就啲工作人員再一啲唔俾咁多人入場。咁但係因為我哋就識得當地一啲工作人員啦，阿張大哥咧就俾我哋做一個教育性質嘅拍攝。咁而家咧就7點幾多分啊？7點30分。咁就半個鐘頭咧，條火龍咧就會喺嗰邊入嚟。今年就會有2條火龍嘅，比過往10幾條咧就比較少。好啦，我哋而家就要等條火龍入嚟啦，開片。請觀眾朋友們注意現場。沒有人挤人，感覺有點冷。請樓上的觀眾朋友們注意安全，不要玩耍。在向习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不断走龙。
多次应邀到各地表演，得到国内外众多电视媒体的关注报道，已成为中国民间艺术的一颗璀璨明珠。您的登场的是古代凤姿楼，一位婀娜壮丽高十岁的火龙，名为金龙出洞。咁我哋好彩，因為識得當地一啲領導階層，就我哋帶到我哋又入嚟戰場影。如果唔係咧，我哋就會喺人浪裏面嘅唔知第100重後面咧，就擔支腳架度影嘅。咁我哋今日非常好彩，可以現場直擊。今日會有兩條火龍，希望把握呢兩個機會影一啲好嘅相片翻嚟俾大家睇。由於今晚咧，哇嚇！呢、這個朋友邊度嚟噶？就係你哪里來啊？本地人。本地人，哎，呢、這個邊度？什麼歌？啊，什麼歌？什麼名字？我叫張嘉文。張嘉文，好，我們香港來的，我們拍照。因為今日得兩條龍啊，所以咧一陣間會主力係拍影相嘅，拍片咧就盡量啦。但係希望我哋可以拍到啲好嘅相片翻嚟俾大家睇。好，走嘛！哇！頭先咧實在太激烈啊！全場咧開頭以為即係啲工作人員唔俾入啦，點知一放咧就全部人入曬去。我估裏邊都有1000人以上。咁由於咧太混亂啦，跟我個攝影師咧拍唔到片，唯有到時睇相。我好有信心嗱，我係用手動 M 機影嘅。咁啊頭先講開啦，即係中市呢度即係好似好亂啊，即係你推我讓啊，咪即係你又爭先恐後啊。但係大家都好克制，我覺得即係我覺得每個攝影師都有個操守，雖然大家都好想爭奪一個最好嘅位置，但係就係都影完行開，或者工作人員行開，我哋都會即係聽佢指示去做呢樣嘢。咁所以如果下年咧，你有我覺得都有少少經驗嘅，要你有信心嘅，我極力推薦大家嚟呢、這個豐順嚟呢、這個影呢個初十五嘅舞火龍，年年都係正月十五喺呢度舞火龍嘅。好驚！我從呢度咧，我諗啊，落滅啦，佢爆嗰陣，我有啲風咧吹埋粉。即係我感受到，如果係打仗咧，即係話好驚。而家就係得聲咧，嗰個衝擊力咧已經咁勁。
如果真係話爆個火藥咧，我都唔知，唔敢想像啊。